宝贝要认真刷牙，舌头上也要刷，保持口腔卫生哦。不刷了，麻烦死了。刷牙敷衍，不注意口腔卫生的孩子，就你了！把彩虹糖还给我！好吃！你上当了！笨蛋，别坏我的好事！别打我！是谁？糟糕，肯定是魔王又在捣鬼了。扑灵灵，唐院长，孩子一直喊嗓子疼。别着急，我看看。又是魔王在捣鬼。扑灵灵，看来又要去找李时珍爷爷帮忙了。哎呀，哎，扑灵灵，百草仙境。李时珍爷爷，魔王他又出来捣乱了。爷爷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是孩子不注意口腔卫生，然后导致咽炎犯了。配伍的办法已经有了，只是缺少一位槐花精。槐花？槐花属于豆科植物的花级花蕾，喜欢生长在气候干冷、阳光充足的环境。槐花能够凉血止血、清肝泻火，对咽炎也有一定作用。凉拌槐花，美味可口。事不宜迟，好笨仔，赶快出发。出发。大王，都怪近视魔，这是他发明的彩虹糖。近视魔，大王，我只是想找捣蛋鬼的。别吵了，彩虹糖有意思，可以用来对付这两个小鬼。还是大王英明。英明。原来甜甜糖清洁口腔，释放精华，再也不用刷牙了。要我说，直接搞定不就行了？你怎么和伤风怪一样粗鲁？这样。搞定。再也不需要刷牙啦。开心。这是谁啊？乱丢垃圾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槐花妹，我是曹本仔，正找你呢。我们需要你的精华，帮我们打败魔王。精华可以给你们。好戏马上开始了。为什么还要吃糖？这个厉害了，我要保持口腔卫生，才能激发精华之气。这个就是牙刷的替代品，简单好吃。波灵灵，仔仔觉得还是刷牙靠谱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不过这泡泡倒是漂亮。不要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的精华之躯怎么？你刚吃的是我的彩虹糖，你的甜甜糖在这里。果然又是你们在捣乱。知道的太晚了，这次你们输定了。
你们高兴得太早了。是吗？就这点本事吗？失望。是吗？看看你的伙伴。这下糟了。笨蛋，那是甜甜糖，你要干嘛？曹文仔，水晶葫芦。何玲玲，来了。想抢？做梦！槐花妹，借给我一个泡泡。好嘞。搞定，槐花妹，草本仔，马妹。这下该我发挥了。投降吧！别做梦了。进什么？看来彩虹糖得升升级了。看我的火焰泡泡！小心，岩兄。我嗓子疼，只能发出有限的闪电波了。岩兄，想想办法。有了，你的闪电波有限，它的泡泡当然也是有限的。准备开始消耗战，波灵灵，好办法。这边啊，还给你。敢捉弄我！曹文仔，机会来了！好嘞！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！波灵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我来助你们一臂之力！没事吧？看来稍等才能给你们精华。槐花妹，真是不好意思，甜甜糖研制还不太成功，怪不得我吃下后会感觉到嗓子疼。对不起啊，我来帮你。喉咙不疼了，那么该我帮助你们了。我也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那么这牙刷还要吗？当然要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开始配伍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灵灵，天人合一。又失败了吗？真是废物，什么都干不了。我的脸。孩子只是不注意口腔卫生导致了咽炎。按我说的去做，很快就好了。真是太感谢您了，彭院长。还有，以后要注意按时刷牙。
今日室内相对湿度可达55%到75%，请市民朋友注意除湿。小猴，赶紧去把除湿器打开，快点，别屁股站在地上。瞧这孩子粗心的，居然把除湿器调成了加湿功能，那你就乖乖让我吸收能量吧。今天湿度已经这么高了。对了，爸爸说过活性炭能除湿。哎，这个是用来除湿的，不能吃。啊！药晶石有反应了，快！彭院长，您看我家小红这嘴肿的。别着急，我来看看。魔王又出现了，曹本仔，我们赶快去找李时珍爷爷。嗯。哎，跳！哈！孤零零，百草仙境。得，这下可好。爷爷，魔王又出现了。别着急，是湿气入侵导致了那孩子嘴肿，配伍法阵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只是还缺少一位马齿苋精华。马齿苋？马齿苋为一年生草本植物，一般生长在肥沃的土壤里，耐旱耐涝，是比较常见的植物。马齿苋可以清热解毒消肿，一道香拌马齿苋也是十分美味的。那我们赶紧去找他吧。孤零零，出发。真是两个令人恼火的家伙。赶快去阻止衍生他们获得精华，失败了就别回来见我。是是是是，老大。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，这样就能借马齿苋的精华配伍了。马齿苋医生，哎呦，您看看我这腿。来，先躺下。风湿痛没关系，我用西西花的西西果帮你治疗。准备好了吗？放松。这是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吸错了地方。你哭什么？你吸到我的裤鞋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原来是个马大哈医生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看我的活力百草丹。是马齿苋的精华，不过衍生他们在，可怎么拿呢？我有办法。到点了，我们走吧。呀，救命啊！呀，你怎么了？我头痛。头痛怎么捂着屁股？哎呀，我全身都痛，快用你的活力百草丹帮我去痛吧。药不能乱吃。来，我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头没问题啊。糟糕，近视魔药穿帮了。屁股也没问题啊。难道是装病啊？我知道了，
你左手臂有冻伤，一定是在寒风里睡觉吹出来的。对对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快快给我药。近视魔演技不错呀，哼，这也能糊弄过去。我去弄个陷阱，待会儿抢到了精华好撤退。别急，我用吸血果来帮你治疗。不不不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有病就要治疗嘛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弄错地方了。又怎么了？糟糕，又弄错了，吸到他的笑穴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看我的活地百草丹。我的百草丹，别跑！哇，终于拿到活力百草丹了，这苦没白挨。啊，是近视魔！捣蛋鬼，精华得手了，快跑啊！等等，等什么？快跑！不要啊！我在前面弄了陷阱的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呀！哈哈哈，他们掉到自己的陷阱里了，快把马齿苋的百草丹还回来。哎呀，住嘴，我拿不到的你们也别想拿到。我的百草丹，他吃了我的精华。哈哈哈，这种感觉真棒。哇，这活力百草丹这么厉害，居然能指挥吸血果。你这个马虎医生就知道乱来，今天让你们见识下吸血果的痛苦。哎呦，有我在，我会帮你打败他的。医生，哎，你们怎么和我斗？捣蛋鬼，快把这两个家伙绑起来！哎呀，这不是马虎医生吗？你一定有弱点的，我不怕你。弱点？什么弱点？我能有什么弱点？是先吸你的屁股呢，还是胳肢窝呢？对啊，他左手臂有冻伤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这次不能再吸到行为了。哎呦，这个马大这次怎么这么准？啊，什么情况？野生，机会来了，不能辜负马齿苋的努力。百草精华为我所用。孤零零，草本精灵出击。嗨！这下没事了吧？波灵灵太棒了！之前是我太粗心了，才惹出这样的事。以后我会认真谨慎的。波灵灵，那么事不宜迟，赶紧开始配伍吧。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呢。好的，现在就给你们。药食同源，健康之源。孤零零，天人合一。孩子以后不会有什么毛病落下吧？放心吧，不会的，以后可不要这么马虎，把厨师再按成加食了。如果想快点消除湿气的影响，给孩子炒些马齿苋吃也行。谢谢彭院长。